放在一起吃，地在一块种，集中力量办大事，实现共同富裕。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全国到处都是这样热火朝天的场景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样的场景已经很难再见到。可就在石家庄晋州的一个乡，人们还过着集体生活，来到这儿就好像回到了六十年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旗子。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石家庄的晋州市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晋州的周家庄，也是我国的最后一个人民公社，也被称为是活着的人民公社。今天呢咱们就一块儿去看一看现在的周家庄是什么样子的。周家庄乡下辖六个自然村落，划分为十个生产队，是目前我国唯一还在坚持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的乡。现在的周家庄看上去和其他乡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但实际上这里还过着计工分、统一分配的集体生活。当我们走进周家庄之后，会发现在道路两旁的门脸的门头上都写着同样的几句话：发展集体经济，实现共同富裕，公社万年青，经济别样红。在解放之前，周家庄这里可以说是十分贫穷的。当时有一句民谣是这么唱的：狠心爹狠心娘，千万别把闺女嫁到周家庄，推水车拉犁杖，烘高粱加蒙糠，农民干的是牛马活，吃的是猪狗粮。通过这些词，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生活在这儿是多么的艰难。到了建国初期，周家庄开始实行互助组。1952年，这里诞生了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周家庄就开启了他们的集体生活。为了避免出现好吃懒做、滥竽充数的人，雷金河书记制定的公社制度是以定额管理为核心，以干多少活记多少分为评判标准。公社呢，也严格遵循多劳多得、少劳少得、不劳则不获的原则。乡里的老人们也说，在这样的规章制度下，几乎就不存在混吃混喝的人了。众所周知啊，从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那18个红手印开始，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开始在全国拉开帷幕。到了1982年，全国基本上已经普遍地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而周家庄却在村民的集体坚持下继续了他们的集体之路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，就是在82年的时候决定是不是要大包干，还是要继续走曾经的集体道路的一些会议结果。我们可以离近来看一看啊，这上面写着，我全家讨论决定按原来旧形式不要大包干，按原样不变。在充分的听取了老百姓的意见之后呢，周家庄也就是一直实行了人民公社到现在。当然，周家庄在坚持集体经营责任制的同时，也顺应时代的发展，在不变当中寻找新的机遇，调整产业结构，实行专业化分工。除了农业之外呢，乡里还创办了集体企业，并且获得了不小的成就。在最近几年，旅游业也开始在周家庄蓬勃发展。现在城市里的生活节奏快，压力大，来到周家庄就可以回归田园生活，采摘一下水果蔬菜，吃一顿大锅饭，让身体和心灵都能得到放松。很多朋友呢都会比较关心周家庄人们的生活水平。在2021年，周家庄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8339元，这个数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算多，但是生活在周家庄，住房、教育、医疗这三座压在人们肩上的大山，
通通都不用发愁。教育免费，社员住院费、公社医院是全部免费的。如果是县级以上医院，医药费呢是报销90%，并且从1982年开始，周家庄乡呢就开始改建，让全体的社员都住上了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，还统一安装了免费的自来水通道。在周家庄的这几个生产队，大家现在住的都是这种二层小楼，看上去呢是特别的有年代感，因为我小的时候住的就是这样的房子，看上去特别的亲切。在墙上呢还有一些标语和宣传画。在这边虽然大部分的街道不是特别的宽阔，都是一些小街小巷，但是每一条街道都是非常干净整洁的。除此之外，在这里呢，婚丧嫁娶也都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。我现在呢是在周家庄的一个纪念馆里面，在我身后有着特别明确的就是周家庄的红白礼事的管理规定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它的这个红事呢在办事当天，它的这个酒席不能超过8桌，桌子上呢不能出现像肘子呀或者海鲜之类的高档菜，烟呢不能超过15块钱，酒是不能超过25块钱。这样的规定呢看似是简单的，但实际上是避免了浪费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大家在结婚办事的时候都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差距，能有效的提升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的幸福感。现在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农民文化宫，也是当地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。其实这个周家庄啊，它也是在不变当中在寻求改变的。发展到今天，人们的生活呢也是越来越好。如果说大家对那个年代还是非常怀念的话，就可以来这边转一转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，拜拜。